9月21日0:01王源第一时间发文为王俊凯庆生，兄弟生日快乐，节日快乐，蛋糕月饼都要吃。王源还记得今天是中秋，把两个美好的祝福都送给了王俊凯。值得一提的是，王源和王俊凯的家乡都是重庆，两人从小一起训练，一起陪伴着彼此长大，一起从籍籍无名到成为娱乐圈正能量标杆偶像，十分励志。易烊千玺也是0:00发文为王俊凯庆生，还称呼王俊凯为凯哥。千玺和往常一样执着于祝福王俊凯做某某某某抱爱的句式加屁表情包，今年自己填空祝福王俊凯越来越厉害。曾经的三小只如今都已经长大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互相祝福着对方。对于王俊凯来说，2021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因为今年王俊凯顺利完成大学4年的学业，正式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了。而今王俊凯在影视综领域都有所发展，不断磨练演技，扎根剧组拍戏。喜欢就订阅呗。